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对，我的频道也永远看不腻。各位，今天事情严重了啊！皇帝有收到一封简讯，我说实在话，我人生都没有遇过这么大的事情，牵扯到整个国家之间的和平。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讲干话，但是今天我受到中国大陆的邀请，大家都知道我上次这个在大陆闯下的事情吧？我在大陆拍人民币，然后在整个大陆网圈被网爆。今天好不好？我再一次受邀到中国大陆，感谢习近平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可以去中国大陆面对中国大陆的粉丝们。等一下我们就会出发到大陆去，然后把之前的恩怨一刀两断。我希望我可以跟大陆那边就是保持一个友好的态度，虽然说过去可能犯下一些问题错误，但是从今而后我会堂堂正正当个我懂。感谢我们的习近平邀请我们去大陆去坐坐，这样当然要去见大陆领导人，我们穿着服装要比较正式一点，所以皇帝有穿白色的，象征着纯洁无瑕的爱。你说对吗，马丁？对。然后跟各位介绍一下，那个这个是我女朋友。好，被我女朋友，我刚手晃到，这个去见习近平的过程，有机会我就拍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希望能够见到他本人。我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被大陆邀请啊，反正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 ，OK， 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机场，我们准备到大陆哈，到我们的对岸去。啊，讲话改一下，到我们对岸去。现在就是准备出发，2:50的飞机。那现在就是最硬时间，然后很多，你看这我们的团队，很多人。我们晚上的时候去参加这个国宴哦，就是跟那些高官们吃个饭，反正就是被大陆邀请去那边做客这样子，然后为期5天。人他妈有够多，快要到了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来拿行李啊。那说实在话哦，这个我的行李应该是最好找的，等一下滚出来大家就会知道说那是我的行李。对，我相信这一批就有我的行李，我们等着看。对，然后到时候整个公司的人都离开了，然后就剩我一个站在这里的。有了哦，这个是谁的行李箱啊？怎么看起来这么赤裸？总算有没有看到？我连里面我穿什么内衣裤啊，大家都看得到。哎，各位，出发找领导人。我完全没在动。马丁加油啊！你不要看我这样，我脚夹得很辛苦哎，脚夹得很酸哎。各位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在这里跟我们刚刚的这个领导吃饭，看一下。哦，哇！等一下可能不见得拍得到他，对，可能有点距离，但各位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今天能够受邀来到中国，就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。那可能有人就会说啊，舔共啊，这样不是舔共，好不好？你今天受邀到一间公司去吃饭，你受邀到一个地方。怎么会代表你在舔人家呢？我们是有荣幸的，好不好？我带我女朋友来到这里，我们要去睡这个酒店的。我没有要睡在这里，我们来吃饭。我们还带了同款情侣口罩。哦哇，那你还有一个我的女朋友。同款，然后戴口罩都是他女朋友。对对对，然后戴口罩我女朋友。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就是这边都是我女朋友这样。没有，那你男女同事，你不要哦，你我觉得不舒服。今晚趴好，屁股翘起来。
那突然尬到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告诉我怎么办？还是我爸好了。Hello，Hello， 欢迎欢迎欢迎！我的天呐、啊！我的天，就是整个31楼哎，整个很豪华。但是呢，刚刚就我们收到的通知所说啊，好像是没有机会跟领导直接见到面，对，有点可惜，但没关系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当然是很棒啦、啊。那目前这里所有人哦，都是我们公司的人，我觉得很屌。毕竟被受邀来这里，然后我们今天吃五星级的酒店，然后等一下会住五星级的饭店，全部都是大陆这里招待。来、okay. ，那我就在签名板上签一下我的名字。我有了，我有了。大家都在签是不是？干嘛这个没水，直接靠杯啊！帅气签名，哎、欸，换你。整个就是类似超大的喜宴的感觉，然后还有帅哥服务，不错。为什么不是美女呢？来，各位带你们来看一下五星级的厕所，好不好？这种你看，高级隐藏式厕所。哦，哇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里的厕所非常的厕所呢。阿伟，你怎么看？阿伟，我想跟你一起上厕所。哦，哇。我们感受一下这个非常厕所的厕所，这里五星级的厕所还不错，就是有点厕所，有点厕所。哎，那如果说整体我对这间厕所的评价的话，我觉得算是蛮厕所的。我觉得是有点厕所。对，我在想我的片子会怎么剪这个。等一下就是准备出去吃饭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可能有机会会跟这个东国的很多那个大老板，什么屈臣氏的老板哦，还是通路商，还有那个宝雅康世美，他们开始讲话了哦，我们先准备从这个高档厕所出去，哎呦，我好帅哦，我也是，没有你没有，超级屌的事情来了。都乌云，都是乌云，我操！哇，都是乌云呢、欸，天哪！大家都在拍，大家都在拍，但是呢，都是乌云，都是乌云，我操！他们说是乌云。各位，我第一次看到一道菜辣椒这么多，真的是人生第一次，真的，而且这里真的是吃得很好，然后大家都，大家都很热情，可惜没见到领导，然后上面开天窗，那外面是天空哎、欸，上面开天窗哎、欸，欢迎各位，我们已经来到了今晚上睡觉的地方哦，那我们呢，哦，刚刚已经吃完饭，虽然说没能成功的见到我们的领导，但没关系。哦，我们就是说要来这个大陆，来这边享受一下大陆的风情。那我们今天住的这个地方雅致酒店哦，那这个雅致酒店呢，一个晚上几千块人民币，等于是台币一个晚上就要好几万块，这个完全是不用钱，完全不用钱。哦，来，我们房号是几号？2909。哦，我知道啊。我、是推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一个晚上几万台币的饭店哦。你看这个马桶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超马桶！来，我们来看这个洗手台，哇哇！你看这个，感觉我都没看过这种的，天哪、啊！哇，这个就是超级贵的夜景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今天带着我心爱的女生来这里。然后就可以让它当人体壁虎。整个酒店旅馆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浴室。哦，看这里还有浴袍哎。能说这一趟旅程真的是血染，可能不知道是怎么样啦，就可能就是还要壁虎，人体壁虎，对哪里都要壁虎一下，写的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睡这里，先休息。嗨，各位，我们睡醒了，现在要来参观他们的行政单位。对，这个还在晃神。那给各位看一下，
就是现在目前等一下大家是要开会的，对，昨天的晚宴大家喝酒喝太多，然后回到饭店我就稍微拍一下，我就休息了。他有送赠品，所以我最喜欢赠品的，免费的赠品最棒了，对，很香欸。那这里就是负责做一些这种化妆水、保养品啊，还有什么洗发精、沐浴乳。整体来说啊，我个人觉得是一间很大的公司，很棒很棒。那等一下我会到工厂参观。对，今天就稍微记录一下被大陆邀请来这里，我们到底干些什么，就是参观他们的一些工厂。欢迎各位，那我们吃完午餐，然后也开会完了，那晚上呢，我们要来睡这个温泉饭店。对，没错，又是被招待的。天哪，被招待成这样子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。可以看到，这里到这里到这里，对，整个还有整个气派的大厅，全部都是温泉饭店。今天呢，哦，我们开的会真好辛苦哦，我开会一直滑手机睡觉，结果中午又吃得很好，然后现在又来睡在温泉饭店，我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行程。如果有的话，帮我安排每天。好，各位，那我带你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温泉旅馆，真的是很辛苦，开会一整天，然后今天还要泡温泉，冻不掉呢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睡的地。哦，哇哦，迎面而来的是一个脚位，是正常的吗？我看一下啊，灯。好，灯打不开。好。这边哦，哇哦，哦哇，电动窗帘。我底线啊。哦。好，各位，我先带你们进来看一下哈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泳池，我们晚上可以在这里很chill的这样。其实整个还不错哈，二楼而已，就感觉很没有那个劲啊，很没有那个 view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厕所。这个是我们的厕所，可以看到这个洗手台也很干净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镜子，可以照镜子。然后再看到我们这个马桶哇，不得不说，它是一个哦有仪式感的马桶，就是个马桶啊。对。然后这里是淋浴间，对。然后这个淋浴间呢，就是可以在里面淋浴，还不错。然后这个门可以用来关门。皇帝是干嘛？啊，我妈的开门啊！啊，你就说，你要先做就做完就对了。啊娘喂，这个风景真的是有够赞的啊！我不知道你们在害羞什么啦，哎，你们在害羞什么？啊娘喂，啊娘喂，那这个叫啊娘喂，不要一个站着，再站着，再站着，啊娘喂，啊娘喂，喂喂喂，对对对对对对对 ，nice nice。啊娘喂，啊，哎呀。就这个姿势啊，娘哎！哎，哦，这个屁股啊，娘哎！哎，行，拿出来见一下人，长辈不拿出来给人家看一下侧头的啊，娘哎啊！哎，哇，这个跑手啊，娘哎 ！OK OK， 马上飘印。怎么了？没有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啊。来这个汤匙啊、哦，来，啊，好吃，先拿一个汤匙。这个是我们的，虽然很不想拍，因为我觉得这边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还在好吃吗？吃不饱。好吃，这我蛀牙。啊，你蛀牙了？你蛀牙？对啊。我有东西专治蛀牙。什么？你要舌头啊？什么问题？我没讲什么、欸、我都还没讲话哎、欸，一扫哎、欸，我还没讲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吃完也泡完温泉了，对，然后他们现在说要再去泡一下，我就不记录了，好不好？我就不记录了。那说实在话，行程很棒，行程很棒。那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真的要出国走走啦，我这一趟完全免费，就很爽。哎，吃素的人压力大。我是觉得我们男生要一起拍一下。三小啊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太辛苦了，打呼摸鱼之后又被送来泡温泉，那反正。我也是要再讲一次，很可惜没有见到这个领导人，有点可惜。影片到这边，好不好？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这边被邀请来到底干了什么，就真的是没干什么，对，就真的单纯只是一个走马看花的行程。那如果各位喜欢这篇，记得订阅我的台想听听，也不要是这段 IG， 还有发订的 IG， 好吧，帮他宣传一下。你现在几万粉丝啊 ？IG 9000而已啊。9000哦，希望马丁可以破10000粉丝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的频道，大家拜。说拜拜，干！拜拜。
We'll be right back.